Hello，我是雨乐。我们今天来到14的岛屿，它的岛屿名字叫做困丁岛，很有趣的一个岛名。然后我们先偷看一下它的地图好了，感觉每一个居民的住宅区都蛮大的耶，所以等一下还蛮期待，就是看每个居民的外面的布置。然后这边是14准备给我的礼物吗？他们都住高级住宅，好，非常期待。先捡一下礼物，那算是捡了。好，出发。哦，首先第一个区域是广场前的音乐区，音乐广场给居民唱歌用的。主要摆在广场，就是有超高的几率他们会来唱歌跟玩乐器，所以这里摆乐器再适合不过。纺织木料店跟陶艺店看起来很厉害，好可爱哦！他居然纺织这个熊，哇，这里感觉超棒的。然后陶艺店，哇，有大大小小的陶罐，原来这些陶罐可以改那么多颜色，很古色古香的感觉。碗盘，海边冲浪区，对啊，现在应该不敢下海了吧？感觉会超冷，不过冬天看这个海滩感觉蛮特别的，那个椰子树上面都是雪，这一区应该现在比较人烟稀少，椰子水非常清凉。边是露营区吧，后面有露营的设备，还可以给猫休息。天哪，动森的冬天也太好看了，连那个草丛上面都是雪，耍飞的地方真的还蛮适合耍废，有杂志，有咖啡，刚好是非常海边的部分。哦，绘画教室，太厉害了吧！这个地板有点像《七蛋大作战》，绘画的教室好像都这样，好酷哦！教室非常的写实哎，就是美术教室可能地板都会沾一些水彩，这个教室我喜欢。而且呢，这个教室后面的壁板啊，这个是用那个攀岩墙的后面，然后攀岩墙的后面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壁板，蛮好看的，非常的实用。接下来这里是，哇，都是贝壳，海岸边的休闲度假村。坐在这里吃东西，太好了吧！而且冬天最适合旁边那个热红茶了，赞啊！哦，这样看过去很好看，晒太阳。哦，这边有泳池跟更衣室，夏天的 view 有。这边都是那个白色的地板，卧室还不错啊，因为刚好这边的地都变成白色了，所以就是比较没有违和感。哇，这些贝壳灯，感觉晚上应该也会很好看。哦，彩虹花田，我懂了，白色、粉色、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紫、黑，哎，真的耶，超漂亮的。哎，绿色就只有这个菊花是绿色。没有，软糖跟阿妹家哦，这个地板好看，还可以穿鞋，好咖啡的野餐区哦，这里都是粉色的花，用同一色系的花这样装饰起来也很好看。
茱莉亚家，高级的吧？这样看很好看哎，每一栋房子都可以当一个拍照区。小论家，这些都是那个卡纳赫拉作者分享的吗？哇，超实用的哎，也超好看的。他家外有一个休闲区，超小的公园。这里是，小条的道路上去，一个小小的露天餐厅。比较特别的是左边这里，它是这地板看起来就有点像那种屋檐的感觉，然后摆上一堆装饰，怎么讲？有一种国外那种屋檐的感觉吗？就是会摆一些盆栽在那个阳台上的感觉。哦，就是那种欧洲红砖的感觉，都真的有那种 feel。这真的要认真看才看出啊！这边也是那种红砖的摊贩。这边感觉好美式哦。好，先走这里，感觉是一个小小的市集。还蛮特别的，就是这里的那种小摆饰都是差不多色系的东西，所以摆起来就是还蛮和谐的。这里是一个小小的广场，这家自由女神住宅跟满满满区混合在一起。哇，这是卢伯家，卢伯家外面就比较大人像了，是有工具桌，还有史培亚家这边吗？天哪，我已经看到有一堆熊熊了。泰迪熊控会尖叫吧？全部都是可爱的小熊。天哪！我刚好超喜欢熊熊的，而且还蛮特别的，就是这边的熊熊都是咖啡色系为主，所以整个画面超和谐的，很美。土产店，超好看的，天哪，太喜欢了。从欧洲街到商店开始吗？原来如此。不过我觉得你在秋天弄的时候会可能会觉得就是整个画面黄黄的，但是到冬天就更适合这种欧洲风格的样子了。真的就是不用出国就可以感受到欧洲的风气。邮局，天哪，这个抱枕的包裹太厉害了，太可爱了。天哪，有那么帅的职员吗？我要寄包裹。哦，这里还可以在这里那个粘信封。那后面的那些信件柜，天哪，也太喜欢这里了。我觉得是一只猫的家。美玲跟月兔，这个猜错。不过这里有黄色的可爱沙发，超可爱的。哇，这边上去就是博物馆，这里好壮观哦。也是一个小小的喷水池。我自己住在台南，我就会觉得博物馆就要像奇美博物馆那样壮观。站这里也是拍照。用那种婚礼栅栏还蛮适合的。先来图书馆看书，我每次看到图书馆就会想到满满的书吧，就是要在商店一直狂买书，辛苦了。而且这个图书馆的地板也太美了，
哇，而且后面这里的书柜是有一点层次感的感觉，书柜摆成这样就会想到那个漫画店，就是那个书柜可以移动的感觉。我发现一个小巧思，就是那个书桌的颜色是挑不一样的，所以是更有层次感。你看右边这里，哦，埃及区，金光闪闪的博物馆附属展区，埃及区。哇塞，该大家都会想要在这里拍照吧？全部都是黄金，呜，飞起来了！哦，再来这里，太空区，科学宇宙，太酷了！天哪，真的是可以把博物馆延伸更多区域。哦，台中的科博馆，真的，台中的科博馆也很好逛。接下来，哦，又有一区，猫头鹰最怕的区域，真的，这里都是标本，哇，好漂亮哦。超大的各种蝴蝶哦，瓢虫坐起来那么可爱，是那种展翅高飞的瓢虫。我好喜欢这里哦，因为这里都是那种蓝绿色的感觉，太棒了！这里每一个区块都好棒，我有点想要待在这里不走了。请问居民的位置有没有空位？要问居民。我先去服务处问一下。